Hello 大家好，咁今次又翻翻嚟拍呢、這个黑色沙漠。咁今次多几个职业嘅，好似驯兽师啊，同埋男法师同女法师。咁我就今次用翻呢个法师啦。我觉得发型好样衰啊！我创人嗰阵时唔系咁样嘅，其实同埋呢件袍都几核突，其实讲真。睇下先。我揸刀啊，法师啊 ，Crest， 跟住揿呢个，揿两下，哦，即系我明啦，揿住呢个 Crest 就会变咗箭嘴啦。其实之前我都唔知道有呢样嘢。好啦，我哋又其实今次就重复多次啊，冇意思嘅，咁啊纯粹试一试呢个操作。咁呢个正式登入嘅，同大家讲啦。咁啊，因为系我买咗个唔知咩乜 Q 嘅版，我先至可以提早人哋一个星期玩啦。其实我之前，哇 ，sorry， 唔记得晒咁咩仔。其实我之前都唔系话太过落力玩嘅，我都我连卅 level 都冇啊，攞唔到称号咯。咁而家去边啊？其实，哦 ，sorry。咁因為我就呢、這個當傾下偈咧，因為我就順手發覺咧，而家我玩 online game 有個禮物嘅喺度，要我偷人啲嘢。唔知係乜鬼，好啦，我哋繼續行啦。遊戲開放 ，OK。其實而家玩，而家可以登入到嘅全部都係有錢仔嚟，基本上，因為佢哋全部都係買咗呢、這個。2000几蚊台币嗰个版本先有啦，系啦。咁当然我并不是啦，系啦。咁我就发觉其实而家玩呢啲 online game 好似都唔系太提得起劲，系咯。可能年纪大咗嘅关系啦。咁啊，以前玩就都一定做晒任务啊，咁样等等啦。OK。打开背包看看，得，喂，打开咗咯，有件可使用 ，OK， 好烦啊，咁而家点啊？揿一字啊嘛，得，咁一撇，系啦，咁呢只就我就其实我本来我想试下纯兽师，但我发觉我就唔系好中意用召唤系嘅嘢嘅。系咯，发召唤系就唔啱我性格嘅，咁我又唔想用翻弓箭手啦，魔女我又唔系太想玩嘅，咁所以就最后而家就决定玩翻法师，其实法师我都唔系太想，我最想玩系想玩忍者，不过忍者我哋未有，点有啲礼物喺度嘅，我都唔知掣系点，点可唔可以执嘅嚿，冇咗啦，好啦。我都系可唔可以换衫啊？但我唔系好中意件袍。等先，我哋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嘢先啊？有冇啲正嘢执啊？冇，睇下先啊。因为始终我话晒都系呢个封测时期嚟嘅，做乜鬼佢叫我？唉，唔好理啦。咁啊，暂时要忍受呢件衫。咁其实我的角色系咁啦，都几可爱其实。哇！但系呢个面色好似有啲蜡像嘅 feel。即系唔够真实咯，我觉得佢个样系啦。咁但系你有条咁嘅女，你一定法官大人问你，你一定 do 噶啦，系咪先 ？OK， 又重复，我都系英文配音嚟。哇，咩事啊？我得十几 FPS， 唔系得三十 FPS。有时候睇下有冇得教佢，有冇得教英文啊，兄弟？会唔会可以教翻日文或者之类？咦，有韩文喎、哦，有日文喎、哦，得咗，大镬！佢要重新啊，唔好搞住啊，因为改声系要，即系要重登游戏，费事搞啊。纯粹示范，我都咁多人，睇到几多傻仔买咗呢个抢先版，即系当然我讲呢句嘢嘅时候，我自己本人都系一个傻仔啦。因为如果唔系，我都唔会喺度出现啊嘛。但系成日我唔使睇咧，睇咗第三次啊，计埋日版我已经睇第三次，我唔想再睇落去。啊，得，哦，可以睇下啲招啦，等先。呢个咩啊？踢。
我喺度做乜？我想问下我喺度抌支棍，但系我真系已经打，咦？我话咩事啊？我完全唔知道掉啲咩出去咯，直情系。得先，啲电定冰嚟，我真系唔知道。其实匕首 F， 即系可以玩近攻嘅法师咯。而家要点啊？佢我真系好憎佢呢个提示。而家要点啫？滑鼠跟住诶，哇！佢真系完全系冇提示俾我。而家我系储紧气啊。诶，咁而家要点啊，大佬？OK， 棍啊！佢啲连续技睇，佢提示系劲细粒嘅，即系要揿咗右键放右掣放魔法剑，再揿后加。哇！呢、這个储得气嚟都死咗啦，讲真。我都几难用啊！但系其实我同你讲，通常玩 online game 我一定拣远攻，你玩得多 online game 你知。因为俾人，如果你啲远攻基本上放风筝放风筝放到你死嘅真系，即刻实战啊！或者连续技又要记到呕，因为 game 嘅连续技咧，基本上你系要靠连续技咁样挫出嚟，嗰啲咩前右左咩，跟住右下啲劲烦，唉，啊，等下先睇咩招先啫，好似系咪？哇，劲慢喎！由佢出刀到收刀嗰一刻咧，系慢到呕啊 ，O 制。OK， 我睇下咩招先，揿咗右，我就得一招连续技啊，阴公。喂，顶！我都未谂住，我脑未转到系想点？棍啊，喂！佢自己揿多下先出到白痴，即系你个火球你储完行嘢咧，你系要，即系你系要自己揿炸佢先肯出。啊得，快！嗰啲礼物盒系咩意思？即系有嘢执佢有个礼物盒，好白痴我，我谂咩好白痴就系。好啦，有制系完。哦，即系其实基本上，其实基本上一下右掣已经可以杀到一隻噶咯，几方便喎。啊，得，始终玩 online game 都系玩翻法师啱我玩，够贱格咯，系法师，因为大家知道法师有贱格噶嘛。咦，咁喎，打一隻就搞完。OK 啦，真系冇乜嘢好睇喎，拍 online game 就白痴啦，系咯，有乜好睇？你有乜好睇？即系睇人玩 online game， 可能你话倾偈，但系我因为而家咁样，暂时我都唔知道，我唔知道有咩好讲，我冇谂，因为拍片前我冇谂过咩对白，咁加上你又要一路做嗰啲任务咧，你都要分神讲都唔系咁易，都跑得咁慢啫喂，求其炸落去算，唔理乜都。后期揾啲嘢炸先，一定炸中嘢，反正用法师睇，加喺度交炸已经炸完。O、okay, K， 我都系中意用法师睇嚟，但法师冇个快感咯，即系可能你啲僆仔好中意玩呢个咩啊，即系玩战士喺度劈啊，杀星即系杀手刺客嗰啲好过瘾啫嘛。咁但系你玩法师系冇呢种爽快感，我睇你讲，但系佢会有呢个秒人嘅爽快感咯。我以前玩 Aeon 就系秒人嘅。哇！一打唔中，收皮。哇！嗰啲准程度都好有问题喎，大佬。我知道。哇！靓波。都白痴，我觉得佢真系要执嘢，有啲变咗礼物盒咧。我觉得咁样有少白痴，即系对个画面嚟讲有少弱智。好啦，咁其实呢啲嘢你上次都睇我做过一次啦，其实你都冇嘢睇落去啦。
咁就其實我講一講自己嗰啲心，即係想講嗰啲嘢啦。其實我就唔係咁中意咧啲人 at 到好友嘅，大家知，其實你都知啦。咁你嚟到今時今日，我都係唔會，基本上 at 到好友咧係極少會理你。咁除非陰陽師嗰啲，因為就因為你需要有好友有著數啲啦，即係會大家協力任務啊，或者哇佢咁勁，係啦，協力任務同埋每日嗰啲咩好友嗰啲好友點啊，所以先會加基本上。咁呢啲 game 我就 online game 我就好少加好友噶啦，應該都除非你真係勁到可以 carry 到我打勁嘅副本啦。咁但係我應該會有兩個 friend 一齊玩嘅，係會有兩個 friend 一齊玩。因為嗰兩個 friend， 其中一個 friend 就都玩咗好耐啦，就我由玩 Aeon 嗰陣時識佢，都識咗十年都有咯，係啊，識咗十年都有咯。咁佢台灣妹嚟，台灣妹嚟。咁嗱，但係當然係冇即係當 friend 嘅，其實係啦，當 friend 嘅，都十年啦，識咗。係啦，咁跟住另外一個男仔啦，就係佢，咁佢個好友紅顏知己之類啦，係啦，唔好理佢啦。咁基本上就會同佢哋兩個玩，其實佢哋就係嗰兩個，咪就係我平時玩鬥陣特工嗰、那個V 字頭同埋 M 字頭嗰兩個咯。即係有一個係已經六星定五星嘅嘛，已經係嗰條友癲嘅喺煲度。咁我就係啦，咁我就同基應該同佢哋玩，但我唔知佢哋會唔會同我玩啦。係啦，因為佢哋唔識我啊嘛，佢哋唔知我邊個啊嘛，即係佢都知我有拍片，但係就台灣人冇咁 hit 噶嘛，始終即係我喺台灣。咁啊，佢就係咁啦。咁啊，如果正常我都係單刷，因為我入版嗰隻巫女，我自己都係單刷嘅，單刷到30 level 好似。係你唔好理我，我自己乜都單刷嘅。咁當然有去到某啲副本，你係一定要組隊打啦。咁我法師應該法師通常有啲 game 係好尷尬嘅，因為你玩法師當然如果法師唔係最強大輸出嘅時候，佢嘅定位有尷尬，因為通常你法師未必夠嗰啲刺客都輸出嘅，係啦。咁你輔助性能又唔通常法師都冇乜輔助，純法師通常都係全部輸出嚟啊嘛。所以如果法師嘅輸出唔夠，你打副本嘅定位都幾尷尬，我就。所以我唔建議一般人揀法師，其實同埋佢操作性應該即係 PVP 嘅操作應該幾難嘅法師。即係我見過我玩 Aeon 嗰時，見過好多女仔咧，完全係手忙腳亂嘅，因為法師每一招佢嗰個次序啊，同埋個意義咧，你一定要識嘅，係啦。如果唔係你 PVP 錯一下，你係收皮。咁我強烈就唔建議新手打法師嘅。雖然我未玩過而家黑色沙漠呢只啦，咁但係我相信佢嘅操作唔會易嘅，應該都。咁我覺得新手女啊，梗係玩翻呢只 game 冇治療師啊，仔一定玩守護星嗰啲啊，守護啦，即係盾啦。乜女啊玩啲攻守嗰啲咯，攻守一定易過法師嘅，應該正常嚟講嚇。係啦，法師係脆皮啊嘛，喂。咁啊，同埋個定位，不過攻守嘅定位都好尷尬，佢又係仲衰過法師嘅攻守，因為你講輸出就唔夠人高啊，一定。咁啊，睇下有啲咩，我唔知嘅 game 嗰啲副本係點啊，我都。到時就咁啊！但系就如果咁啱見到咪一齊玩咯。如果將來係啦，前期我都係會自己升咧。不過條頸好粗啊，大鑊咯！我唔記得 set 條頸，頂勁核突啊！條頸你睇粗到，我真係好粗啊！條頸有排啜啊，真係有排 set 啊！條頸如果你同佢 set 嘅話，哇！真係勁粗啊！條頸唔得，唉，接受唔到。但係算啦，已經唔可以開呢只 game， 費事開個角色咁煩，係啦。因为佢我去扣 MP 嘢到，佢又远程攻击，而家咪狂射喺度加 level， 自动开外挂啦咪变咗，炸到系啦 ，OK 喎，咁样揿实个掣，跟住过咗，你过咗个几个钟之后翻嚟就等，可能你嘅经验已经升到好高，当然唔会咁白痴啊，正常人系唔会咁样升 level 啊，当然，但系真系 OK 喎，咁样揿实个右掣，你唔好理啊，即系设定好个方向。因为佢冇 MP， 佢自己会回啊嘛，因为咁你跟住就系咯，我好白痴，就系冇讲翻认真。咁所以就呢个少睇，但系如果冇嘢玩，我都会玩呢只嘅，俾咗钱啊嘛，大佬系咪先？俾咗2000几台币，唔系唔玩啊嘛。咁其实都系嗰个女仔 friend 帮我买嘅，系啦，都系因为佢台湾买方便啲啊嘛，系啦。咁我都信佢，因为我识咗好多年，啊识咗好多年，系啦，好，因为太易恰落去，所以我成日恰佢，系啦，就系咁咯。系啦，咁啊，将来如果有机会，我 BBG 都好似有玩嘅，去到，不过佢就喺切精就要18号先有得登入，咁我应该会早佢一个礼拜嘅，系啦，到时我可能已经系高等啦。咁啊，今次就唔讲太多，条片就嚟到呢度先咯。咁啊，将来有啲咩特别嘢，我先再拍啲嘅 game 俾大家睇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同大家讲声拜拜啦，拜，我顶。